在辽宁葫芦岛市塔山村，曾经有一棵树，被中央军委原副主席张万年将军寻找过很多年。打完仗就以后多少年了，我去看看，我还会找那回去，又在那个在纪念馆找到的，挂上那个树杆了。那棵让张万年老将军数十年惦念不忘的树，如今被陈列在辽沈战役纪念馆。他的故事和他所见证的那段历史，每天都会在这里被讲起。大家都知道，塔山战斗是在辽沈战役当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性一仗。那现在咱们看到的这棵树呢，就是当时战争的一段见证。现在咱们看到的只剩下了这样残缺的一部分，但是还能看到这上面残留的烧焦痕迹和这里面的许多弹洞。在1996年的时候，当时国家军委的副主席张万年同志来到博物馆参观，看到这棵大树之后，他非常惊讶，就回忆说，当时我也参加了塔山战斗，战场上战斗非常激烈，战士们以这棵大树为掩体，打退国民党军的一次次进攻，这样的一棵大树在战场上也被咱们的战士们称为是救命树。这棵树牺牲在1948年10月的塔山阻击战。1948年10月14日上午11点，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发起了对锦州的总攻。美联社记者这样形容那场战斗的激烈：锦州之战，子弹密集的在空中相撞。但此时比锦州更为激烈的战斗却发生在城南一个叫做塔山的小村庄。为了增援锦州，侯杏如率领的国民党东进兵团与吴克华率领的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塔山展开激战。到锦州之战开始，东进兵团已经携海陆空三军火力及11个师的兵力对塔山猛攻了5天，却始终未能向锦州方向前进一步。锦州的国民党守军指挥官范汉杰不能等了，蒋介石更不能等了，因为锦州一旦失守，那他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整个东北。1948年10月15日，国民党东进兵团决定铤而走险。他采取另外一个战术，叫夜摸。就是枪不响，炮不响，晚上摸进来。凌晨2点，东进兵团的敢死队已经悄悄前进了塔山阵地。这本来会是一场成功的偷袭，但他们着装上的一个细节却出卖了所有的努力。我们打了几天一夜的，很疲劳了，是不是？那怎么发现敌人了呢？就缺了一巧，一列伙房向前送饭，前面挑这个饭的人到阵地了，他说大家起来吃饭吃饭吃饭，这么一看不对劲儿，前面怎么有个戴那个大盖帽子的，国民党是戴大盖帽子，一看是国民党，抽屉里边呢就打起来，边打边喊，就国民党上来了。这场精心策划的偷袭以失败告终。天亮以后，国民党东进兵团派出了5个师的兵力，在督战队的逼迫下发起了最大规模的全线进攻。他的督战队很厉害的，就是被冲锋枪，你向后退得打呀，还真打呀，督战队又把他们赶回来了，然后我们又打回这个拉锯一下，就过来过去。经过之前5天的激战，四纵的防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稳固。那的火力逐渐多了吧，开始比如说一个班车一挺轻机枪，
后来一个班就是三四挺了，哪来的就是从敌得来的吧，谁得的枪谁用，就是放在那个前面打了，就这样的，火力很猛的是吧，叫做龙师，一个营两个连压在那个地方，骑起不来是冲也冲不了了。此时曾经勇猛无敌的国民党赵子龙师已经被连日来的失败完全打掉了斗志，无论是金圆券还是督战队都不能让他们再前进一步了，更何况此时发给他们的金圆券已经无异于一张张废纸了。东边东北的时候现在就是贬值了，贬到什么程度，一个月的金圆券只能喝一碗的阳春面，所以阳春面呢就是有点咸盐有点油，煮熟了就吃，那叫阳春面。有人这样回忆当时国民党发军饷时的场景，士兵们领到这不值钱的金圆券时，当着官长的面大声骂街，甚至有的转身就将票子撕烂，并毫不隐晦地说，你给老子多少钱老子就给你打多少钱的仗。还有人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找八路。但那时共产党发给战士的军饷更是少得可怜，从五月份出发到十二月，你看他不加起一年他已经半年多了，给工资给人都没快高兴。真正的战斗力从不来自于金钱，毕竟冥冥中的另一个世界用不到金圆券。另外那个当时国民党军队士兵大部分抓壮丁来的，他不知道为什么而战，士气低落，就这样抓来以后的话在部队又吃不饱，对不对，军官的话他肥了，士兵的话就都是面黄肌瘦，你说他能没有战斗力吗？这不可能有战斗力，只是后面的军官逼着你不打我就打死你，就是你不往前冲我就后边打死你，是这样的情况打的。我们打仗是自脚的，我们冲锋是为了大地方是革命吧，具体的讲是保家保田吧，我是保护我的利益而冲锋陷阵的，是不是啊？我家了份的田呢。那时流行一句话，叫共产党的部队国民党的兵，也许蒋介石不会想到在防守塔山的部队里竟有三分之一的人都曾经是他的兵。打塔山的时候啊，有这个三分之一的是国民党兵，叫解放兵，我们把他俘虏了吧，然后他自愿的当了我们解放军的兵了吧，是这样的。他们是猛冲猛打呀，也是猛冲啊，他也是前面倒了后面像啊，这些当兵都是在家给你提着抗活啊，都是皮下走路，都是吃不上穿不上，这些现在这个解放了以后啊，都自由了，平等了，所以脚子就很快就上来了。战争是靠兵来打的，这国民党输就输在兵上。但国民党东进兵团并没有放弃最后的努力，国民党驻守北平的装甲战车部队已于十四日傍晚运抵葫芦岛。国民党总统府战地督察组组长罗琦认为，有了这样重武器部队的支援，打下塔山不会再有任何问题。而四纵在塔山匆忙搭建起来的野战工事，能否抵住装甲战车部队的进攻，真的是玄之又玄。1948年10月15日傍晚，一天的战斗结束后，四纵只能加紧修筑工事，准备迎接最后的狂飙。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36团通信股股长的张万年到阵地上去巡视，却无意中听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打从第一呢，他丢了收音机，等我听两下响，我到前面去拿一看是个收音机，听了第一句话，敌人解放，
就是胜利了进去，就是我们顶了定西一个师，打了六个九月，锦州解放了，保证锦州胜利。我还是找那个捡到那个收音机听到的，我第一次听收音机是这次，哎，高兴多了。锦州解放，便意味着国民党增援锦州东进兵团的彻底失败。那些被罗琦视为制胜法宝的装甲战车部队，在塔山已没有了用武之地。参加塔山阻击战的部队官兵，甚至都不曾想到胜利会来得如此之快。林彪说：“没想到他们打得这样好，胜利是出乎意料的呀。”蒋介石说，塔山锦州仅距30多公里，以11个正规师的兵力，不仅未能出援锦州，反遭惨重伤亡，实在出乎意料。两个出乎意料，却是两种心境，两种结果，两种命运。以后这个东北那个仗，那就不是打了，保卫起来一同打了一下子，就出来就交枪。我们党他也知道，他跑也不能跑，他往哪跑？水果岛都保卫他，他熟了就是死的多一点了，那干脆开个门你进去，他出来就行了。一招失利，满盘皆输。自1948年10月15日锦州解放之后，10月19日长春解放，11月2日沈阳解放，辽沈战役结束，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以一种摧枯拉朽的状态瞬间崩塌。就国民党政权的腐朽，就是长时间这个欠下的这个债，到了1948年秋天，那就总爆发了。经济上，这时候总崩溃了，法币维持不下去了，换金元券。换了钱之后，这个钱马上旧钱作废，新钱不值钱。那一下子来讲，这个国民党军队军饷，政府开支，信义全无啊！老百姓拒收你的钱，最后倒退回原始的以物易物了。你这个政权你怎么维持？军事上军心瓦解，士气低落到了极点，各级军官对作战基本上都没有信心了。1948年的秋天，对于共产党意味着收获，而对于国民党则预示着凋零。战斗结束后，蒋介石第二次来到葫芦岛，他大骂驻守葫芦岛的54军军长阙汉骞不是黄埔学生，是蝗虫，是蝗虫，甚至要枪毙他。62军军长林美愁回忆那天的情景，从未见过他这样骂人，也很少见到他这样发怒。蒋介石如此痛心疾首，也许正是因为已经预见了自己的未来。这一天，蒋介石专门乘坐专机飞到塔山上空去转了两圈。当他满含着热泪望向窗外的时候，看到的也许只有满目萧瑟的秋景和日薄西山的晚霞吧。曾几何时，他身披大氅，雄姿勃发地代表中国与罗斯福、丘吉尔这些世界领袖会谈，以为天下大定。曾几何时，他身着戎装的肖像挂遍了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以为江山永固。
曾几何时，一首黄埔军校的校歌激励着无数热血青年和他一起奔赴抗日的战场。黄埔军校校歌我到现在还会唱，怒潮澎湃，荡气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祖与西关车，祖与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多好，特别前扬，特别喜，怒潮澎湃，荡气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太棒了。但是现在他曾经最忠实的追随者们也要弃他而去了。虽然在他山的话呢，我们不得不打，像那个打炮的时候，我得负责那个电路要串通，电话要串通。但是的话呢，心里面都在想，为什么要英国炮弹打我们自己人，打我们中国的同胞，都有这种想法。我们从塔山回来以后，那十月份吧，回来以后，三分之一的人快要摊了，不干了，能走就走了就。我们600来人呢。走了200多。塔山阻击战结束后，时任东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将三个防守主力团的团长焦玉山、江海、菊文仪叫到了司令部，准备好好犒劳犒劳这三位功臣。到任以后，这虽然有什么指示啊，他说没有指示，等一会儿由大众战大仗，他说我们都是三等人的，其实我们就有两个三等人，你们三等人不就这样乐器吗？管够。这个部队善缘关系特别好，建海是我老团长，那一个县的都是这么多的，他这我们建海你也前去，他问，哎，我那你家是哪里的？我说你看你这个团长当，你得家赶紧给我们吃。哦，这个的，就那时候根本毛没有那个老乡观念。距离那场战斗已经过去了60多年，20000多个日日夜夜。改变了容颜，改变了村庄，改变了山，改变了水，却从未改变记忆。想念他们，但他们没有，他们都不在了。要是能写的话，这些英雄事迹写成书会多好啊。有时候想睡不着觉了，就想了当年这个怎么过来的，-40度啊，打三乡啊，-40啊，都爬冰卧雪在那打仗啊，那是融化在血液里边啊，刻在心里呀，永远忘不了的，真的。在无数个夜晚，当他们梦回塔山，还是那个可以为了信仰抛头颅洒热血的青年，还要与曾经的战友并肩作战。从澎湃的渤海湾到宁静的饮马，黑土地上的故事还在继续，曾经的战火硝烟早已散去，唯有记忆永远不会泯灭。1948年11月1日，也就是东北全境解放的前一天，从塔山战场上走下来，已经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1军的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告别了关东父老，
踏上了新的征程。边唱歌边走啊，关里关外是一家，联合起来打天下。那些曾经喊着保家保田的口号，放下竹篱扛起长枪的战士，他们的世界早已不只是家乡的白山黑水，早已不只是遍地的大豆高粱了。他们要的是一个祖祖辈辈都没有见过的新家、新国、新天下。当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得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入关的消息以后，立即给他的部下发去电报，确悉东北共军守塔山的第四纵队夜已入关，在北平以北。这是一支打恶仗的部队，望特别注意。